我哋繼續翻頭先嗰條片，呢條片咧係講中五嘅第三課 More About Graphs of Function。咁大家可以拎翻本書繼續睇我哋嘅第七頁啦。頭先我哋啱啱講到底呢度，咁我哋去第八頁啦。好，第八頁咧就講最尾一個嘅 common function 啦，就叫做 log function， 叫做 log function。OK， 咁 log function 會有咩樣噶？就係、是、y 等於 log a 細細粒 x。OK， 記住 x 一定係正 real numbers， 寫 positive real numbers。a 咧要係大過零嘅，即係可以係小數零點幾或者份數四分一，但係就唔可以係負數嘅。好，咁咧個圖咧其實有少少似。有少少似呢個 exponential function 嘅喎，就係、是、佢都係彎彎地，不過咧佢就係、是、如果個 a 細細細粒啦，係大過一嘅話咧，佢會向上 ，x increase y 都會 increase。OK， 如果佢係細過一大過零嘅話，即係譬如二分一啦，咁佢就會係 x increase y decrease。咁有少少似 log 嗰、那個，即係exponential function 個圖嘅，因為 exponential function 咧係都係咁樣樣彎嘅嘛，但係你唔好撈亂喎，因為佢有個好關鍵唔同嘅位置，就係呢一點啦，就係佢會穿個一零，係一零嚇，一零係呢個位置 ，OK， 呢個位置得唔得？咁佢係唔會穿個零一嘅。頭先個圖我睇翻翻頁啦，你認住呢個係一零，零一咧。是在这里在个 Y 轴度，刚才我们的 X 轴度，那你看这个最重要的指标呢就不会捞乱了，就不会捞啊翻转头没了字点。OK， 圈翻先。啊有翻了。OK， 这样啦。那所以呢大家关注点，而且它是不会是走了去 Y 的左手边的。全部是 Y 右手边的。OK， 那你认一认个样子。那原来呢他们这两幅图都有关系的、哦。有什么关系啊？原来呢佢哋係會，如果 log y 細細粒 y log 細細粒 a x 同 y log 細細粒一 over a x， 佢哋係會 reflected in y axis 嘅 x axis 嘅，即係話咧呢一幅圖咧，佢哋呢個圖同呢個圖係會 reflect y axis， 之後喺呢度咧可以畫到一個咁樣嘅圖咧，係嚟到同上面嗰個對稱啦。OK， 因為它是二分一同二啊嘛，係咪 ？OK， 咁咪畫翻條線佢，咁咪咁樣對稱嘅。OK，reflected in y-axis 得唔得 ？OK， 好，咁啊，大家記住呢啲基本嘅關係咯噃。好，咁呢啲全部都學過，係重温翻啫。咁我哋就睇下，哦，呢幾幅圖嘅比較，呢五類型嘅圖嘅比較。舉例，我哋關注幾樣嘢，關注 domain， 關注 maximum minimum value， 同埋關注一啲特別嘅 features。提一條。constant function 有咩特別啊 ？domain 係所有 x 嘅數值都得嘅 ，x 係咩數值都得嘅。OK， 佢係 maximum 同 minimum 都係 c， 因為佢打平喐啊嘛。其實冇高冇低啦，不過佢叫 maximum minimum 都係 c 啦。咁冇乜特別 features 嘅，你 highlight 翻呢啲啦，圈翻 highlight 翻啦，用翻熒光筆 highlight 好啲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就係到呢個 linear function 啦，即係 y 定 mx 加 b 啦。它的 domain 也是所有 x 的數值都得，沒有限制的，但它沒有 maximum minimum 的，因為它可以去到很高，離開個 mon 都可以，去到很低樣都可以，它是沒有 maximum minimum 的，而它是沒有特別 features 的。 OK， 好，跟住這個quadratic function， quadratic function 呢我們用一個即係 y， 我哋叫 vertex form 啦，呢個叫 vertex form 去表俾它。咁啊睇到佢亦都可以係 all real numbers 嘅 domain， 即係 x 係咩數值都得嘅，可以係大個零、細個零都得嘅。咁 open hour 嗰啲單位唔講啦。咁有 maximum 同 minimum 之分嘅喎，如果佢係大個零嘅 open hour 就 minimum， 如果佢係細個零嘅 open 單位就係 maximum， 大家都係 k 呢個數值，大家都係 k 呢個數值。咁佢特別，佢特別嘅 features 就係佢有對稱嘅，有 axis of symmetry， 就係喺 x 等於 h 呢條直線嗰度係對稱嘅。OK， 無論係 upward 同 downward 都有呢個對稱嘅。好，跟住到 trigonometric functions， sin、cosine 有個共同關係，就係佢有 maximum 同埋 minimum， 就係喺一同負一嗰度，兩個都係。咁亦都係所有 angle 都可以嘅，佢可以去到二千幾萬幾嘅度，或者負千幾萬幾嘅度都得嘅。咁而佢個特別嘅 features 就係有 period 係360度嘅，兩個都係。OK， tangent 咧就佢個
domain 咧係有少少限制，就係、是、逢親正負九十度同埋正負二百七咧，佢都斷開咗嘅，佢係唔出現唔到嘅，所以呢啲位置要留意啦。咁佢係冇 maximum minimum 嘅，因為佢可以去到高，去到低咁樣噶嘛。咁、那個 period 咧就係一百八十度 ，OK， 逢一百八十度就會重複再行多次啦。好，跟住到最後兩個啦 ，exponential functions 同埋 log functions。exponential functions 個 domain 咧係冇限制嘅，係所有 x 嘅數值都得嘅，都得嘅，冇 maximum minimum。特別留意佢哋，如果個 a 大家都係二分一同二嘅話，佢哋係 refactored by in y-axis 嘅。頭先講咗啦，跟住 log 咧就係、是、佢有限制嘅喎 ，x 咧只可以係 positive real number， 即係 x 只可以係正呢邊嘅數值，正呢邊嘅數值，佢唔可以走去負呢邊嘅。咁冇 maximum minimum 嘅 ，OK？ 咁亦都咧，佢哋會 refact， 頭先 refact in x-axis 啦。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情況，頭先冇講到，就係、是、原來 exponential function y 等於 ax 次，同埋 y 等於 log 細細粒 ax 係會 refact 嘅喎 ，refact。是 y 等于 ax， 咁咩嚟嘅咧？我举个例子好简单，譬如假设 y 等于 8x 次方，佢会咁啦，穿个零一啦，系咪？跟住 log 细细粒 8x 会同呢个 8x 次方系会对称嘅，而对称咧系 y 等于 x 次 x 呢条线系一个对称轴。咁你见到个图就系咁啦，你见到哦上面呢个系咁样喐啦，系咪？咁样喐。跟下面呢個就係咁樣喐，咁兩個會對稱嘅。OK， 好，咁咧我哋有好多練習題嘅，咁等大家咧睇完啲片咧就慢慢做啦。咁有Instant Drill Corner 3.1 啦，有一二三四條啦。咁 Exercise 3咧我就唔多做啦。咁呢度咧就係、是、有 Version 1同 Version 2嘅短片啦，短片去到呢度啦，俾心機。